怀胎九月47岁的高龄产妇伊能静，由于丈夫秦昊外出工作，她还是不得不自立自强。昨天她晒出了自己因为怀孕而水肿的双脚，而且有点严重。虽然离分娩只剩下一个月了，伊能静还闲不住地做了一部分的家务活，也因为整理衣服的时候灰尘过多而导致肚皮过敏。而她并没有自怨自艾，反而十分开心地把水肿的照片发给了秦昊。作为老公，秦昊自然是心疼啊，但也只能够用幽默化解老婆的辛苦和不容易。像熊掌，不赚奶粉钱吧，大概有快一个月没有回去了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边，就我也挺着急的，我想赶紧能回去，哪怕回去一天。